紫妍成年造型出现，衣服消失，玉足裸露。随着《斗破苍穹》动漫不断的更新，现在也要到了紫妍成功进阶的剧情了。与萧炎不同的是，紫妍的本体是太虚古龙，所以这次进阶的动作也确实不小。根据官方新发布的预告视频内容可见，紫妍在进阶成功后转变成了全新的外观，这个全新的外观是紫妍成年后的模样。 其实，关于紫妍成年的新建模，实际上早在之前就已经发布了。从之前公布的人物造型图来看，紫妍的新建模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，从一个可爱的萝莉形象变成了成熟的御姐形象。她的身材也变得更加诱人，相比之前的小萝莉形象，变化非常显著。根据原著小说的情节，即使是萧炎看到紫妍的成年造型时，也差点没把持住自己。这一点，我们从预告视频里也可以看得到。 视频中，紫妍在进阶之后变成了成年造型，而且衣服都随之消失，一双玉足裸露在外，也是非常的诱人。但是由于这些画面过于敏感，所以官方在制作时对其进行了一些处理，添加了一些遮挡效果。最后，大家觉得紫妍的这个成年形象怎么样呢？